现在上来来，哎，要不要一起上来？啊，现在走，走，有请虎爷。我也被我们拍了，走吧。来下去，下来，下来。哎呦，看这个生那个天气呢，要下雨了哦。啊，有一种雨的味道，蛮舒服的哦。不然呢，这种天气很热啊。啊，下午呢，哦，你看远方这种有层次，然后一片乌云，然后上面这边呢，哇，天气很漂亮，天空很漂亮。哎，来都来走，啊，去吧，找新的球玩。啊，北极大大，我跟你讲，刚刚大大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那个九九，他大便哦，就是呢可能屁股有沾到毛，然后呢，大大在上车的时候呢，就是我说的是上一次哦，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大概两点多的时候有带他们出来散步，然后呢，九九大便，然后屁股有沾到大便，然后呢，九九上车，大大这样从侧面回过去。所以大大的，我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回来大大的身上怎么大便味那么重，好臭、哦。但是呢，我看大大的肛门也没有沾到大便呢、啊，然后我就想说算了。结果刚刚呢，我学弟啊，他们来，他们在那边玩，就是那边摸狗，我就想说奇怪，大大怎么那么臭啊？然后我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大大的脸的侧面灰了，就是那种淡淡的那种九九大便中午大便的那个颜色，淡淡的黄色在旁边。哦，这个所以马上就是拿那个湿毛巾呢给他擦洗了一顿，所以大大现在又是新的大大了。太可告、哦、我还想说大大身上的那个大便味道臭，好像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大大本来就很臭、哦、所以只是觉得说为什么都有，我还一直在看我的脚底是不是我踩到大便，结果不是，好，结果是我们的林金大同学呢去割到他爸爸父亲的屁股、哦、就是九九的他屁股毛没有剃很短，所以他在大便的时候呢，就是可能他今天中午是有点身上比较湿一点，所以就掉了卡层就去沾到、哦、好啦，如果你现在正在吃饭呢，听到这一段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我不好意思再继续形容下去。好，那看来我们林金多今天不是很想玩球啦。啊，我妈在那边整理果树啊，因为快下雨了，所以我赶快把他们带出来玩。然后这边呢又发现了一颗球，所以我们总共有两颗球，一颗新的，一颗旧的。自不知道几年来呢，都林金都已经玩了这样不断的轮回代谢了。来，旧的球去，有没有兴趣？来，新的球去，有没有兴趣？哎呦，哦，这喜新厌旧哎，啊，你不是喜欢旧球吗？那旧的球就算了，还是带着吧。新的球口感比较好哦，旧的球其实也不错啦。来，给我来。是不错啊，喂，来，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好，九九卡住了，九来，等一下，九我来救你，有看到九九卡在这里吗？上不来，九九，我小工你那也不会耶，来我来抱，等一下，哎呦你卡着了，等一下，哎呦，被他踩到了。啊，哈哈哈哈，他这边哦，下面比较深呢、啊。啊，九九平常可能从这边上，然后因为他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太滑，下半身滑下去，他就上半身卡住。他假老啊，我看看不烂的、啊，被卡在山沟里。去，哎呦，
丢到多多的头。小乔，你等一下，让妈妈在哈。哦，吹这个风筝有够凉的。你看九九的屁股，就是刚刚我说沾到大便的地方，最后就回给了大大。等一下回家再叫我妈把她屁股稍微再擦洗一下。来去，来啊，北七，北七去坐。大大永远不会让我失望。哦，人家赞美了，这种这么好的天气，你看。天空呢，还有这种圣光哦。乡下呢，就是有我们没有高楼大厦，所以我们有整片的天空。来，一千，啊，你有还要去滚吗？啊，要不要再去滚滚？来，去去去，燕子燕，大大去去去去滚去滚去滚。然后大大大大又准备好了哦，各位。哦呦喂啊，哎呦喂啊，被自己勒住了，哎呦喂啊，哦，哎呦喂啊，到大房了，边个是，哎，不是你的天使床啦，边个，算了，你也没在听人说，好啦好啦，大大大大够够了够了，其实可以了，大大可以的可以的，哦哦，年轻大姐你好够赞诶，啊。啊，不过一个太格告，我不是浪得虚名，你知道吗？又臭又脏。来，多多，摇过来给我，给你，给你，走了啦，过来，回家了，给你，过来。然后我们九九呢，已经就定位了，他在这边呢，我妈在这里，然后九九在这边等我妈，等一下呢，他就坐他的专属，哦，你妈妈的专属的那个。车，好，我现在先把多多跟大大先载回家。九九，再见啦，走。九九，九九都知道啊。其实哦，很多东西都这样，千言万语呢，我们都有默契。然后九九也自己知道自己要等一下要坐我妈的车，所以他完全也不会急着想要上来。他只有刚刚在这里掉到小山沟呢，有稍微发出一个嘿嘿嘿的求救声而已。走了，走了，没有要玩了。来，给他林金大哥，最后再让你们看一下今天天空哦，真的很漂亮哦，真的没败。好啦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再见，拜拜。